原标题：名臣受冤而死，刽子手自尽陪死。抄家人发现最值钱的东西时，落泪了。明朝是汉族人民创建的最后一个帝国。关于这个朝代，后人的争议是非常大的。有人说过，明朝是一个三无朝代，也就是说明朝没有贤明的皇帝，没有著名的大臣，更没有名将。可见这种说法对明朝是有很大偏见的。你可以说明朝没有贤明的皇帝，但是明朝有很多著名的大臣，更有很多不世出之名将。今天我们不谈对明朝的争论，来说一位昏庸的皇帝。这位皇帝就是朱祁镇，此人确实不怎么整。其实他即位的时候，他父亲给他留下了很多人才，而且他即位的时候国家也是比较强盛的，明朝还处于仁宣之治。当时的明朝有三杨这些能臣，所以朱祁镇要是想办事，是能够办成很多大事的。然而就是如此强大的一个时期，被朱祁镇玩的什么都不是的，本来该亲贤臣远小人的，可是朱祁镇却亲信太监王振。后来在大太监王振的忽悠下，他亲率50万大军进攻蒙古，最后被瓦剌击败。明朝积累数十年的家底在这一战灰飞烟灭，而且无数人才成为炮灰，就连朱祁镇本人也成为了瓦剌的俘虏。这时候大明开国刚好80载，那时候的局势对明朝来说非常严峻。很多大臣都说皇帝被俘，大臣应该另立新主，像当年宋高宗那样渡过长江，和蒙古人划江而治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大臣站了出来，他先建议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当皇帝，之后和瓦剌开战。于是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开始了。而这位力排众议的大臣就是于谦，于谦率领的北京保卫战成为明朝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，他成功延续了明朝的生命。在于谦的努力下，瓦剌一无所获，最后又回到了茫茫草原之上。朱元璋一定会感谢这个叫于谦的人的。然而被囚禁于瓦剌的朱祁镇，因为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，最后被放了回来。而且朱祁镇在一场夺门之变中又成功当上了皇帝。当上皇帝的朱祁镇在首辅徐有贞的唆使下，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抓捕了。最后为大明续命的大功臣却被按上了谋反的罪名，后被斩首。对于谦的死，史书记载了四个字：天下冤之。有一种说法是刽子手知道于谦是被冤死的，他不愿动手，所以自尽陪着于谦死了。抄家的锦衣卫也希望到于谦家找一些值钱的东西，毕竟于谦做过兵部尚书。让锦衣卫失望的是，于谦家徒四壁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。后来锦衣卫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密室，发现了值钱的东西，却发现这些东西却是景泰皇帝赏赐给他的蟒袍和宝剑。在场的锦衣卫都感动得落泪了。当年明月对明朝的人物有过排名，自我感觉于谦在明朝的地位仅次于王阳明。于谦也留下了一首响彻千古的诗，这首诗是他高尚人格的最好诠释：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登仙，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